却是一位超级明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先说完。他是首位民选超级偶像，首位登上中国邮票的艺人，他是北师附中学生百科全书的中国流行文化代表人物，36首冠军歌曲，5张冠军销量专辑。给到了我这样的礼物啊，美丽的。
画面，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，叫做《和我们一样》。
在这儿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在下半场李宇春还将回来，他还将为大家演唱更多精彩的歌曲，同时还会有机会，我们也还会有机会看到李宇春跟其他选手的合作。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对组合，他们从1993年就开始合作，他们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，5次获得4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冠军，他们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，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对冰上情侣。2011年 On Ice 就在这片冰面上，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，在全国观众的见证下，我们看到了佟健向唐青的求婚过程取得成功，各位掌声送给唐青佟健。是没发现，平凡。
时候，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，在全国电视观众的见证下，两位上演了很甜蜜的一刻。一年过去了，还是回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场，给大家说一下你们的感受，一年来是如何恩爱和幸福的。我想今年我们总是这样的节目都能体现到我们这一年的感受。再来一遍，说一下。我要说的是，今年我走这两套节目，大家能看到都是看起来很浪漫。我也希望在场的即将能成为一对，或者是即将走向婚姻殿堂的情侣，希望你们看了以后有感觉。也谢谢，谢谢你说的这种好大的愿。在这个场地上，然后又表现给大家一两场很好的节目，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来到现场看，谢谢。好的，不太快，我这儿有几个简单的问题，你就填空就行了，你就说后面的词儿，我也没跟他沟通，我不知道他拿好办法。冯健可以看一下这边吗？没，你就填空就行了。冯健的工资卡是。怎么办？冯健的工资卡是接啊，他管着呢。对，表现不太合格。冯健做的饭是吃过一次。哎，这样吧，冯健的表现是很好。哎，好了，再次感谢王青，冯健也非常感谢刘学。接下来要掌声，请所有的选手再次回到冰面上，和李学生精彩合作。
谢谢各位选手，谢谢绿春。